招恶邪物别拿来拜。他们家什么都有，哎，你是贴了什么东西呀？看到有个人影在他后面去压着他的头去撞。因为里面住了一只恶鬼，难道你会感觉到吗？就他开始烂的皮肤烂到他连下面都开始烂掉了。等于你半身你是砍在地上那样，自己很害怕，然后就摔车。